10月18日，香港富豪李嘉诚之子李泽楷简单白衬衫灰西裤，独自一人现身香港某坟场祭拜外公外婆，热情地和媒体打招呼问好。李泽楷上香后双膝跪地叩头，以尽孝道。完成简单的祭祀仪式后，李泽楷没有接受访问，登上座驾由司机接载离开。